第一场单身实验结束，单身舞台迎来第二场战争。依旧是一百位单身男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哦，这个好帅啊！现场言语交锋，观点新颖。你会觉得自己很幼稚吗？对，我觉得年龄跟幼不幼稚是没有关系的。就算他出轨了，别的男人也会受不了他。如果女朋友真的出轨了，你会怎么办？如果说他是喝醉的话，那么可能原谅一些，可能原谅一些。男生性格各异，展示魅力和才艺。有超高人气男嘉宾遭女生争抢，现场火花四溅，爱情荷尔蒙再次迸发。如果早点认识你的话，我可能就去重庆买房子。重庆更便宜，那我可以考虑再买一套。求包养，就差一票。我在三亚等你，以后可以先接触一下。不错，在一起，在一起，一起吧。敬请期待本周晚八点乐视视频及时更新。本节目由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指定用车是由宝骏510特约赞助。就是找不到我喜欢的了，这平常太爱玩了。我自己工作其实挺忙的，然后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可能就是之前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就一直耽搁了。可能就确实也有一点点太挑，而且我从小到大谈恋爱的次数也非常少，所以就跨出那一步比较难。嘉宾，你觉得哪一个会对你造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我舍友拳王。女生啊，我觉得那个我可能是得跟男生竞争吧，我这么帅。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好久没有这么肆无忌惮的可以撩妹的感觉，有点紧张和兴奋。好想看男嘉宾长什么样。妈妈，我怎么有点紧张了？像那种罗马的角斗场，哇，真的是，哇哦，好棒的样子，这个场地挺爆炸的，那种环境其实刚进去是有点不舒服的。哇，我第一次见这场景，这么多摄像头。啥呀，做石头啊？那先拍一个海澜之家。
对不对？对对对。今天在赞助商爸爸，叫爸爸。老板，老板，老板。啊，我们可以吃这个吗？我怕会吃这个有拉肚子了。哎，等一下，牛轧饼呢？如果我们手全部都吃掉了，我也来一块吃。说好的减肥了。你这拿的啥呀？有贴吗？干啥用的？给女生的。有意义。毛哥是最大竞争对手了。好想来个酒啊，是吧？我也是，喝个特劲了，壮一下胆什么的。不是说壮胆，就是预热一下，预热一下，放松一下。哎呦，出来了！哎，没人进来呢，嘛就来我们的女生们呢？嗯，女嘉宾去哪里了？各欧陆请准备，各欧陆请准备，女嘉宾准备入场。什么情况？为什么有狼口？选择困难症，一次还中了。我的脸盲症已经发了出去了。哇塞，我们上打仗的。首先，求一下有没有那种喜欢的？看看，先看看哪些。我看到一个，我觉得好挫。我看都是帅的。对，是吗？哎，34吧，34还行。我感觉都好小啊，男女嘉宾都。65号的丝袜醉了，上身绒袍，跟我还挺配，都是黄衣服。啊，我们把那个粉红色长头发那个给淘汰掉好吗？他好无辜哎，什么话都没说。啊，开始了吗？没有，导演没有说不用过来，我就跟你聊一下。在一起。我突然呢？聊啥呢？自我介绍一下，马亮。哇，马亮。哇。我先过去了啊，拜拜。别回来了。跑去干嘛呀？42号女嘉宾。这个男生很厉害。什么？何老师来了吗？我何炅要来了吧？何老师。各位现场的100位单身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炅。欢迎各位来到乐视视频大型生存式社交实验真人秀《单身战争》。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的独家冠名播出。过年回家逛海澜之家，同时呢，我们要感谢节目指定用车宝骏510的特约赞助播出。宝骏510，青春来袭，延寿出没，注意承包。勇敢爱，站出来！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坚持闯关到最后，并且配对成功的人，将会获得价值10万元的约会礼包。各位，我们开始进入到第一环节。看不见的危险。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名字叫做看不见的危险。
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给50位男嘉宾和50位女嘉宾30分钟自由交谈的时间。交谈结束之后，我们要求每个人用投票器选出3位自己喜欢的异性和3位自己不喜欢的异性。一共要选出6人，每个人都要投票，而且不能够重复投票。那么在这个环节之后，根据投票的结果，男嘉宾排名靠后的20人和女嘉宾排名靠后的20人将会要立刻淘汰离开现场。这么快？20，太残忍了，一上来就20。哇，这个这么残忍，话都不用讲。所以在你身边马上要开始看不见的危险，祝各位好运。50个人就第一轮就淘汰了20个，这么多，又紧张又兴奋，又害怕第一个环节被淘汰了。群聊大会吗？这是个拉票行动吗？这是个，感觉狼多肉少呢。走吧，走吧，去吧，走了。哦，加油，兄弟们，都来，都来。Oh my god！ 还聊？怎么办呀？我介绍一下，我是90年。还好，对，没有很大。好吧，心情平很多了。我觉得3个没有必要，我觉得一个 OK 了。我觉得蛮喜欢你的，就演员就很好。是吗？谢谢。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我比较需要那种安全感什么的。哦，我可能会出差多一点，你介意吗？一般都多长时间？不长吧，3-5天。3-5天可以。我觉得男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这个很正常。是吗？对。那肯定是我的。真的肯定是我的。找姑娘，找谁呀？没有啊。你真的有看到觉得还可以的吗？其实都挺帅的。Hello。能和那么多年轻然后很阳光的男孩在一起，觉得很开心。男嘉宾个个都挺高挺帅的。没有一下见过这么多帅哥，荷尔蒙扑面而来的感觉。是不是那边吧？对，中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哇。你们喜欢什么类型？喜欢你这样的。那个3号印象很深刻，然后他说他是中国跟意大利混血，我觉得他很帅，超帅的。因为他是混血，确实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个混血的帅是挺帅的，但是有点酷酷，有点拽拽，年龄偏小。感觉你好像新疆人。他是3国混血。重点不在于是几国混，是要混得好看，混得刚刚好。这个说的。墨线。你笑的那个眼睛就好像也会笑似的，好像咬齿。第一眼看的，我觉得你很有气质，真的。一道风景，就是一道风景。这个话说的可以，谢谢。发型不错。爆表小天机对，小仙女嘛，鸡。小仙机是因为随时都有鸡血。这么洋气，我以为后面要吃到菜苗，没有，饿了。那有吃的。我本身就是很爱说话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就是冷场的尴尬。我最自信的地方就是我能做到和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比较开心的聊天。喝的雪碧咖啡茶，亲爱的相亲喝点啥？我聪明，我会迷人可爱，成熟稳重大方得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手着脸大脸腿粗脸都是油。请记得92号。好，我要去看一下别人了啊！不要把我禁锢在这里。对，我想和8号的。
喜欢谁直接出击啊。20和8。好。哎，你好，徐蕊。许仙。许仙。不好意思，许仙。没事没事没事。你有女朋友吗？我认真的。没有。真没有女朋友。真没有。我会宠你，就算我不跟你讲话，我也会来宠你。没有，我要开朗啊，我就喜欢爱笑开朗的。真太可爱了，杨婉梅啊，简直了，托付终身啊！喜欢他吗？还可以，喜欢。他只是还行，你干嘛？不喜欢他，投出去。8号不喜欢，投出去。大家是都先来吃，然后再交谈吗？欢迎啊！你喝哪个？这个吗？就这个吧，谢谢。果汁。你是拳王吗？这么厉害，那不是打架？我不打架，只在擂台上打比赛。但是我感觉很危险。你看我脸上的疤，就是看不到，但是眉毛这里我能看到。眉毛这里和头上、脸上加起来至少20针以上。那假如说你看，跟你在一起啊，然后看到自己心爱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好心疼啊。那就不让你看见喽。那就不让你看见喽。但是被打拦住，你看你眉毛。每个人年轻都要付出嘛，对不对？希望后面还能看到你。活得久一点。活得久。希望不要出去。我感觉你已经放开了。我感觉你现在已经放开了。一眼看见我就过来跟我说话了，我了。哎，我觉得挺好的。每一个逗逼的内心都有一个孤独的心灵，我觉得很正常。嗯，对，就还剩这一个，我自己没舍得用。我太需要了，谢谢。你要记住我吗？18、32。哦，我已经把前面全都忘记了，只记得你了。你有没有什么心仪的女孩子呀？心仪的女孩还在找。还在找，那先记得我是第一个。好，你要记得我。多少号？你要记得我。34和54。有没有觉得我的衣服特别好看？我不仅有1号，我还有海澜之家。你有没有哪个特别的男生？特别的男生啊？不知道，我刚聊了你呀。30分钟自由到。对，我想看时间到了哦。这么快？好快。时间到了，拜拜，记得投我。我会坐的前面一点的。30分钟自由交谈时间到。不是，他这个是属于他每个人的对话都一样。好，你记住了，我记住了。OK OK OK。那具体他会不会投你，只有天知道。啊，完了，号码是多少？聊完之后发现号码都该忘的都忘光了。8号，你胸牌是？现在开始投票，请输入第一名自己喜欢异性的编号。我这样待着，摆这。我还是挺喜欢34号的。34，挺帅的，长得就是五官比较正的。大眼双眼皮。没这么帅。我闺蜜92，那个92不错，92。请输入一名自己最不喜欢异性的编号。挡一下行吗？哎，真的好心机啊！这个时候往后走。哇，你怎么躲那么后面啊？心机暖和嘛，对不对？这我不太喜欢那个。范能宝宝的。对，我不喜欢露腿毛的。但是他范能宝宝，我觉得应该饶他一命。紫色毛衣那个好娘，你长得很像女生的怪异的风格。我们一起商量，就把不喜欢的投出去，就号码都一致。那先54吧，54。我要64，我很讨厌64。不要投我，我要投住。现在公布结果，
现在公布结果。我现在心都嘣嘣嘣跳出来了。啊，女生走就很那个呀，很丢人。对呀、啊，男生走就走了。啊、哦，我不敢看。哎，完了，我好紧张啊！我要下去，我就想哭了都。我觉得我俩都能留下来。其实我还想跟那个女生多一些互动，但是没有这个机会，时间了。好像我聊的都淘汰了。你好像某个演员，但我想不起是谁。又是演员。我觉得，哎，93这身纯黑的衣服，脸不知道好不好看，太远了，看不清。现在公布第一环节人气排名结果。结果啊？哦呦，人气排名哎！请看大屏幕。你好高啊！我有九次，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我快死了呢，因为我没有了解过人。三号吴昊然果然是。三号是谁呀？你看有两个穿黑衣服的吗？在左边，三国混血的那个。哇，我好怕，上来好感度低，然后被刷下来。我仿佛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老外来到中国可以不算老外好吗？我混血，我中国人好吗？还好我看上的没有在好感度靠前。我可不想让我喜欢的比较强。哎，咱们淘汰了是不是还可以在里面坐着看？应该不能吧。那个谁，好久要来了。报警了，报警了。我觉得这个感觉挺好玩。何老师要来喽！我太阳。何老师好！大家好。经过刚才非常残酷的大逃杀，现在我们100位的单身朋友已经只剩下30位男嘉宾和30位女嘉宾。首先要祝贺你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环节。第二个环节名字叫做“女生狙击”，这个环节当中将会由男嘉宾自愿的走上台来。抢我右手边的这个位置，上台的这个男生可以在剩下的男生当中挑选任意一个你觉得可以战胜他的男嘉宾。两位依次做1分钟的魅力展示，
由30位女嘉宾给这2位嘉宾投票，胜者留下，负者直接离开。哇，这也太残忍了！哇，好残忍！有任何问题吗？机会在自己手里，先来的男生有选择对手的权利，谁要第一个来？短短的1分钟就决定的去留，这确实会很紧张。这种规则听起来让我很讨厌。我的个性是一个不太主动会选择别人的人，就是静观其变吧。咋不上场啊？他们谁先到先得？有没有自告奋勇的男嘉宾？看一看那边的男生，你要挑选谁做自己的对手？想一下，他会挑一个不是很弱的吧？不要吵了啊！我觉得他会选你。我看啊，14吧，14吧。就好。加油！长头发呢？好，我不喜欢这样。最年轻拳王开始。头发好。我就选了一个长头发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女生应该不喜欢那种 style。那首先是罗祖胜做1分钟的魅力展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香港最年轻拳王开始。大家好，我叫罗祖胜，我来自香港，我是一名职业的拳手，我拿过2次香港拳王，也是现任香港最年轻的拳王。哇哇，要有家暴的话就被打死了。我曾经是一个240斤的大胖子，经常被别人欺负，然后练了拳才有现在的我。经常被别人欺负，励志了。我觉得我跟你好同意。练了拳才现在。反正我要跟你强起来了。我现实生活其实和打拳是2个人，我现实生活可能比较害羞，也可能算是个暖男吧。我很喜欢做甜品，也喜欢做饭，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饭是最难煮的，我想找到另外一个他，可以天天做饭给他吃。哇哇哇，这个点杀得好狠。也不用怕长胖，因为我是一个设计师，身材设计师，你要翘臀还是马甲线我都可以帮你训练。好，谢谢。赞。6666666。你们关系很好，你们居然还有人喝彩。这都是对手。怕被打。怕死了。全部打一遍。好，那接下来到我们14号了，来，请开始1分钟魅力展示。大家好，我叫李记，然后今年27岁。我不喜欢他的腿那么短。我是毕业于一家澳大利亚的大学，然后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有增高垫，增高一些，能看出来。我在之后有一个算是人生规划吧，就是我想在30岁的时候去够30个国家，所以啊是也是想借这个节目找到一位可以在，今后一起走遍世界的另一半。哦，谢谢。好会搜哟，很大。我们哪位女生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现在都可以问，好吗？来，55号。我想问一下2号男嘉宾，你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鼻子歪了，然后头上缝了7针，一场比赛。哇，其实也没有什么皮外伤。现在是回来了，鼻子是回来还是？其实也扁了一点点、啊。扁了一点点，对，本来更挺的，对不对？挺一点啊。那是什么一直让你去爱上这个拳击？因为我很喜欢在擂台上的感觉，我觉得在擂台上才是真正的我。我很喜欢那种全场的欢呼声，粉丝的感觉。掌声在哪里？
你是用你的拳征服了他们吗？没有，没有。好，那接下来到我们十四号了，谁有问题想问他吗？没有什么问题。这怎么惨，没人想问。好，好腼腆啊，今天。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请我们的女生来投票了，二号和十四号，做好你们的选择。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生，投吗？投。喜欢这个。哎呀，好好，这好纠结啊，这个。选好了。到底是二号要留下来，还是十四号要留下来？结果揭晓。谢谢。好，我们祝贺二号，同时谢谢十四号，谢谢李记，谢谢，祝你的环球旅行早日实现。已经遨游过了，爱自由，爱幻想啊！我选26号。好，21号的郑洁对文豪，来1分钟的魅力展示，开始。大家好，我是21号战争节，21爱你。好冷，都好会撩。现在在一家律所做实习的律师。那大家很多人对律师的印象可能是比较的呆板，比较的严谨。其实律师也可以很浪漫，比如说，我会对我的女朋友，当你难过的时候，给你变一个小魔术，就像这样。快！啊，这准备过了。哇！然后最后想说，我想跟你们签订一个恋爱合同，合同的内容是让我来负责你的快乐。21号，谢谢大家。太会讲了，写好了。这个台词背过，背过台词。好完整哦，好，1分钟用的好好的。26号，准备好了吗 ？OK， 好，请开始魅力展示，加油。大家好，我叫盛文豪，今年28岁，来自上海。然后呢，我现在是开了一家投资公司，现在经营状况还算是蛮不错的。上来说自己有钱，是在诱惑吗？我觉得我谈恋爱的一个宗旨吧，我觉得我会把我的女朋友宠上天，就算她出轨了，别的男人也会受不了她。就算她出轨了，别的男人也会受不了她。这是什么手段？起好大呀，这个男的。26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那你如果女朋友真的出轨了，你会怎么办？这是个好问题。分手呀，还能怎么办？真的出轨的话，要看他怎么出轨吧，要看他怎么出轨吧。太可怕了！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我也不能接受。如果说他是喝醉的话，那么可能原谅一次。这样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就放心了。再看您今天穿着裙子的颜色，那也是有寓意的。好，开玩笑啊，今天裙子很漂亮。来，70号，来。我想问一下26号，那你都不太建议你女朋友出轨，那你建议自己出轨吗？我好像从来没有出过轨。好像。不是好像，就是绝对。那你自己喝醉了，那出轨，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是没有错的呢？对，首先我要说一点，我不会喝酒，而且我不跑吧。反正就是好男人。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放心。好的，谢谢。好，谢谢。我直接用言语打动了很多很多的女嘉宾吧。我想这我肯定赢了。这男的太虚伪了，因为我觉得每个男生都不应该接受女孩子出轨。然后我觉得那男嘉宾这样说，无非是想讨女嘉宾的欢心而已。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女生们来投票了。是21号的复旦小法是律师呢，还是26号的一枚老咸肉文豪？做好你们的选择，请投票。好难选，一个没有勇敢，
第一个是几号呀？第一个21号。你投的哪个？我投了26。好，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的结果，21号和26号。猜猜谁赢了？还是21号？我觉得，我觉得26也有可能，但是21应该不一样。祝贺26号，也谢谢21号，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律师，谢谢。逆袭了。这个结果其实提前没有预料到，因为我觉得第一轮表现还可以。另外，这个26号男嘉宾他现在已经自己创业了，所以说可能很多女嘉宾觉得不如跟一个26号的这样成熟的人谈恋爱。我觉得26发挥得很好的，大家可能都很坚决。不是，我问你，先讲不可算，记忆点在后面。3号来。游戏王哎，来细细你有什么？3号一局的所有人都有。你千万别选我。选谁淘汰？在这个环节，我最不想被3号挑，因为他是3国的混血，很帅。这3号对于我来说的话，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碰到他就死定了。你好，你好，你要挑选的对手是谁？我就挑。千万不要选我。第一个就希望避开就是3号，想避开哪个男生啊？我就挑跟我穿一样灰色帽衫的20号吧。好，20号。所以是3号的吴昊然和20号的刘文康。他当时选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完了，我这轮肯定要被淘汰了。第一名啊，刚好他还选我，当时，哎，我真当场就恨不得就晕倒过去了。这还需要吴昊然和20号的刘文康。叫的话，那作为好感度低，那我有自信说我可以赢所有人。每个人都是1分钟的魅力展示哈。首先，吴昊然先来，请开始。Hello， 大家好，我叫吴昊然。首先，非常感谢给我投票的女嘉宾，非常感谢，真的。然后，个人爱好的话，平时喜欢打网球、练拳之类的，然后会弹钢琴。嗯，加分。好厉害啊！哇，我就好招女生喜欢啊。最近在学烹饪，但是不是特别的好吧，烧出来的菜都比较难吃，然后还是看颜值，所以希望找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来研究如何烧出很好吃的饭，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棒。虽然长得不怎么好，但是颜值碾压。那下面到20号了，来，1分钟魅力展示，请开始。大家好，各位女嘉宾好，我是来自武汉，叫刘文康，今年25岁，我是白羊座，身高大概1米80左右。看我。为什么要看何老师说这话？我现在在一家装饰公司担任设计师，想把我以后的婚房装修成爱琴海风格，但是前提是要我的未婚夫他未婚妻答应。未婚夫不好意思，我他比较紧张。对，然后我想说的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婚房都是我设计的，然后我现在就想设计我自己的婚房，能找到我的新郎新娘。好像知道了什么。扣分的那一套。想要设计一个爱琴海风格的婚房跟你的女生一起。对，自我介绍我都一直没想好，上台了结果都忘了一干二净，中间卡壳卡了很多次，没有特别有威胁，
所以我当时其实比较的放松。好，各位来做好准备，一位是三号，一位是二十号，你们要留下谁呢？请选择。你是不是想选三号？嗯，对。肯定是二十号被淘汰了，明显就胜了呀。那么到底谁会留下来呢？我都有一点小紧张了哈。来，我们看一下结果。行了，已经赢了，颜值就赢了。哇，好悬一票哎！哇，阎王居然输了！哇，最帅的居然被淘汰了！我怎么还可以？谢谢你来，谢谢，拜拜，谢谢。好，二十号来留下来祝贺。哎呀，他走了，就他长得确实挺帅。非常的低落，真的非常低落，就兴致一下低了好多。原来还觉得还蛮好玩的，现在的话就，唉。可能三号会给人的感觉，他对女嘉宾好像不是很在意或者不感兴趣吧，所以他给人的感觉很冷淡，有一种那种冷傲的感觉在。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高冷吧。然后女生不敢接近，这也是一方面。因为你来参加这个节目，主要还是要有一点亲和力，就不要太高冷。二十号厉害呀，啊！最近不看恋爱了。谢谢，好，谢谢。现在都祝贺我们十号，祝贺。好，呆萌呆萌。好，下一位谁来？这真是话音未落呀。好，我们一号来葛向彤，对不对？对。帅啊，帅，很帅啊。对呀、啊、哎，之前说长得帅的都被掉，都被 PK 掉了。你要选谁啊？四十四号吧。四十四号。哎呀，我好像钟汉良。上镜还蛮帅的，为什么跟看到的不太一样？来吧，首先是我们一号的魅力展示，请开始。各位男嘉宾好，各位女嘉宾好。然后呢，我现在今年是二十岁，可以算是全场里面比较小的了。看起来好小。就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念给大家听，然后来表达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蛮喜欢有文艺的那种。对。我希望遇见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怎么没有印象对他啊？怎么会这样？从清晨到日暮，从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好，我投一号，我投一号。接下来到我们四十四号，准备好了吗？同样也是一分钟的魅力展示，请开始。何炅老师好，好，还有各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李红，然后现在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里面工作。现在呢，我是怎么讲呢？我在来北京不久，然后我是一个四川人。四川，他普通话还算 OK。四川人。我现在推销一下我的家乡哦，有三个比较好的东西。第一个，四川的美食；第二，四川的美女；第三个是什么呢？有点自夸，四川的好男人，对女孩子百依百顺。对女孩子百依百顺。我喜欢这种，就听女生话。我也喜欢。我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大家吃遍美食，看遍天下美景。谢谢大家。这就是才艺展示啊。好。好，那么我们看看女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两位男嘉宾。那我问一下一号，你会觉得自己很幼稚吗？其实不会的，我觉得年龄跟幼不幼稚是没有关系的。那你不会有小孩子脾气吗？不会。哦，还是比较小。一位是一号，一位是四十四号，我们要请我们的女生来做出选择了。
到底要留下谁呢？还是山长得帅的吧。谁呢？一定是一啊。必须是拼颜值的这个，对不对？结果揭晓。一号，你给我留下来啊！我觉得他应该会留下吧。我觉得我应该能赢他呀，因为我觉得我太优秀了，各个方面。祝贺祝贺四十四号祝贺，好的。哇！他们把我淘汰了，我会找到比他们更优秀的，让他们去后悔去吧。你知道一号为什么被淘汰吗？第一个就是一号太年轻了，第二个就是四十四号是潜力股，一般女生都喜欢潜力股吧。张浩森选择了七号黄子炫，对吗？对。二十四号的一分钟魅力展示，请开始。大家好，女嘉宾好，何老师好，我叫张浩森，今年23岁，我现在是一名编剧，从事舞台剧方面的工作。我最爱的话剧当然是《暗恋桃花源》。谢谢。套路王啊。柔柔的，我想在我和我未来的那个女朋友的每一天都是充满阳光充满甜蜜的，让她把每一天都当作最美好的回忆。谢谢。为什么要当作回忆呢？好，我们看看七号要做什么样的魅力展示。大家好，我叫黄子炫，今年24岁，然后我是巨蟹座。就是跟我配。巨蟹座应该比较招人吧。然后我想我的另一半可以和他一起去帮助一些贫困的老人和儿童。哇，厉害。这个是我在国外包括和我同学一起来用心来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好，好，我喜欢他这种。等一下我会投他的，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现在。对，谢谢。好棒，善良爱心。你肯定要投他了吧？行了，已经赢了。我们看看女生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们。我想问一下七号，就是你看起来就是有点冷冷的。没有没有。能做这个吗？不能。不能是吗？对，我还是比较这个，就不太喜欢做这种比较油的东西。你是说我油吗？哦，对不起。好，没事啊，帮你放松。真是蠢萌蠢萌的。我喜欢萌萌的。好的，一位是24号，一位是7号，谁将留下？请看结果。谢谢24号，谢谢。我觉得也是7号呀，靠谱一些。我觉得男嘉宾最重要的是真诚。对对对对，真诚很重要。他们都没有表演节目呀，什么都自我介绍。我为大家变个小魔术吧。在逗我。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板凳没有扁担长。好艰难，这就是才艺展示啊。豪华的台词，我简直了，辣眼睛，辣眼睛，辣眼睛！哇！这是我表演技巧没错，谢谢。不用，我先不做。标签。好，那我们还剩两位男生，蔡振宇、童天宇，双语相争。我们看看留到最后的是不是最好的呢？首先第一位，有没有画板？还有画板，对，有。要把心仪女生画出来吗？来，什么号码？好，双语相争。咋？咋？啊，你怎么走出了一种看不见的感觉？阿炳。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好，
来，一分钟魅力展示，童天宇开始。大家好，我叫童天宇，今年23岁，来自北京，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画一幅画，好吧，然后顺便再唱一首歌。好，那这种画画的蛮强的。关了灯，依旧在书角落里的那个人，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很厉害哦，很厉害，又能唱歌，又能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全场男嘉宾当中，我只喜欢画画，比较看重第一眼吧。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喜欢画画。多想唱给你。他不是画好了吧？画的啥呀？天哪，这个画有点尴尬。天宇，来解释一下你这幅画了哈，你这画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家，然后家里面是两个人，就是希望未来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现在这个笑脸是我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不错。好可爱啊。天吧，我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是学美术的，我是学美术的。不要提你的学校。在哪里啊？他老师看到这个节目，估计要从床上爬起来打死他。那接下来到这边蔡振宇了，一分钟的魅力展示开始。大家好，我叫蔡振宇，我是一个从外地到上海打拼的一个小伙子。我的这个标语，只有不快的斧，没有劈不开的柴。就是说如果说我想做的事，我会用我的一切努力去做好。我觉得太不错了，很朴实。然后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那个可以跟我共度一生的一个那个人。谢谢大家。好，谢谢你。真诚很重要。好，那我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们的？我要问八号。啊，八号。能接受异地恋吗？只要不是跨国恋都可以。哇。你能接受我这个类型的女生吗？我喜欢爱笑的，就是只要开朗一点，我比较喜欢开朗的。那你觉得我开朗吗？那你觉得我开朗吗？哇，这问的就这么直接了，肯定开朗。何老师，我能给八号一个东西吗？哇，是可以在这给的东西吗？当然了。哦，好好好。什么呀？情书吗？给他一个吻是吧？这么直接。收以后。哇！哇！名送秋波。哎呀，有一种有了你输了世界又如何的感觉啊。哇！你打开看是吗？什么？我可以看吗？哦，对不起，我不应该看。但我好想看。哎呀，34号加油！好，很害羞的哈。来，我们女生来投票，最后一次行使我们女生的权利。8号和34号想要留下谁？请选择。请选择八号吗？我就八号。投八号吧，支持一下你。哎呀，其实他俩都挺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只要八号不被淘汰，怎么样都 OK。我觉得34。
女生的口味是真的蛮……你可以几号？八号，我也是。八号，有一小男，那个男。